你拿的这个是琵琶。琵琶哦，够。你学这个多久了？五年。学了五年了。五年哦，当初怎么会想要学琵琶呀？在电视上有看到。哦。这把琴要很贵吗？三万多块，非常漂亮。你看上面还有一朵花，有没有？好漂亮。你看光靠这个花，有没有像在巴厘岛那个饭店的肥皂？你没礼貌。是还蛮像的，因为我想就想要这个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培养小朋友的才艺跟气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错不错啊！谢谢月玲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